2024年5月26日早八点，第二届北美欧月文化节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成功举办。五月也是亚太裔传统月，今日晴空万里，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族裔的朋友。北美亚裔共创会主席、本次活动组委会主席黄胜先生致欢迎词表示，欢迎大家一起来庆祝亚太裔传统月暨第二届北美欧月文化节，我仅代表活动组委员会表示诚挚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本次活动是以文化为纽带，团结各族裔共同参与，为凝聚人心、繁荣市场，特别是法拉盛的经济发展，由美国乐清同乡会和北美亚裔共创会联合纽约市议员黄敏仪办公室共同主办，美国七都同乡会、美国永嘉同乡会总商会、美国龙湾同乡会总商会、美国洞头同乡会总商会、美国状元同乡会、美国美东华人美甲协会、美国纽约华人喜龙协会、纽约浙江商会、美国国际文化艺术总会、美国上海同乡会、世界爱心妇女纽约总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由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美国纽约浙江温州工商总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特别支持，由美东纽约三江慈善公所、美国青田同乡会荣誉支持，由纽约深荣城纽约行、纽约华美门窗、美东冷暖、美国蓝天集团、陶大食品等单位特别赞助，由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美国黑池舞蹈团、池英音乐教育、麒麟才艺学校、纽约开心一族舞蹈俱乐部、纽约旗袍文化交流协会、欢乐曙光舞蹈队、戴奇音乐工作室、芝华京剧培训中心等社团支持。朋友们，欧月是指温州、浙江瓯江流域一带，欧月文化的内核就是温州，有其独特的风韵和价值，传承有序的百工技艺，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折射欧月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现场展示有代表性的物件，纽约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世界文化交融共存的一个缩影，它的多族裔、多文化、多阶层共存，为独特的文化展示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我们相信世界的文化与艺术是相融通的，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希望通过欧月文化节的举办，能为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为世界文明增添一笔浓厚的色彩，同时也为促进纽约及法拉盛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本届活动在去年首届的基础上，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简介、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民间工艺品等物品，并加风味美食、地方曲艺等板块，以促进各族裔之间的交流。朋友们，我们相信这是一场关于古老东方和现代美好的邂逅，是过去与未来的链接，是文化与商业美妙的融合。祝第二届北美欧月文化节圆满成功。纽约乐清同乡会会长、本次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叶盛成先生致辞表示，大家好，五月是亚太裔传统月，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第二届北美欧月文化节的盛大开幕。我代表美国纽约乐清同乡会、携手北美亚裔共创会以及黄敏仪办公室，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欧月文化节不仅是我们展示家乡浙江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更是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今天我们在法拉盛这个充满多元文化的社区隆重举行这一文化盛事，意义非凡。瓯江流域这片美丽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现场首饰龙、剪纸、黄杨木雕、蓝家鞋等，这些文化瑰宝不仅承载了我们温州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加强海外华人与祖国的文化联系，也为全球观众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窗口。今天的开幕式是我们对欧月文化的致敬和传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带领大家深入了解欧月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欧月工艺展品，在这里您将有机会亲手触摸和观赏首饰龙、蓝家鞋，感悟首饰龙的精巧，欣赏蓝家鞋的魅力，从中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技艺背后的文化意义。同时我们安排了非遗爱好者讲解，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认知和体验。通过这些活动，
我们希望加深大家对非遗文化全面了解。除此之外，本次文化节还将呈现多种形式的文化表演和展示，让大家全方位感受欧越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还准备了传统的中国美食，希望通过这些美味佳肴，让大家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互动式活动，让每一位参与者不仅能观赏文艺艺术的精彩表演，还能亲临现场体验这次活动的全过程，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这些技艺背后的文化价值。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所有支持和参与本次活动组织和个人。正是因为你们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才我们将这场欧越文化盛事带到今天的现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非遗文化。我们期待未来能够通过更多类似的活动，继续推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我们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增进世界各民族的彼此了解与尊重。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届活动圆满成功，并希望有更多机会展示欧越的非遗文化。再次感谢大家莅临现场，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一场欧越文化的盛宴。最后，让我们共赏技艺，非遗无国界，民心永相通。中华精粹文化需要我们共同保护和传播。借此盛世，让我们在美国共同撤下文化种子，愿茁壮成长，源远流长。本次活动主办单位：美国纽约乐清同乡会、北美亚商共创会，联合主办：纽约市议员黄敏仪游公室。共同主办单位排名不分前后：美国永嘉同乡会总商会、美国七都同乡会、美国洞头同乡会总商会、美国能湾同乡会总商会、美国状元同乡会、美国美东华人美甲协会、美国纽约华人喜龙协会、美国国际文化委术总会、纽约浙江商会、美国上海同乡会、世界爱心妇女纽约支会。赞助单位：纽约申荣城、纽约人寿代表周荣芳、蓝天冷爱、盛城集团、金城大酒家、美国圣洁国际贸易公司、 API 太阳能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陈明、纽约华美门窗厂、纽约富家朱商集团、美东冷暖空调公司、 Almine Food LTD 陶大食品有限公司、华瑞顺大买一公司、金百合成人日间活动中心、小羊生煎、不一样的点心蒋峰国际餐饮设计、宝发贸易公司、一格文创书店。友情演出单位：纽约温州开心黎族舞蹈俱乐部、麒麟才黎学校、黑池舞蹈艺术中心、银鹰音乐工作室、纽约旗袍文化交流协会、芝华京剧培训中心、美海外艺术家协会、戴奇音乐工作室、正阳小提琴工作室、沈奇舞蹈工作室、纽约民歌合唱团、纽约爱乐合唱团、新月古筝。特别支持单位：美国西约温州同乡会、美国纽约浙江温州工商总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荣誉支持单位：美东纽约三江慈善公所、美国青田同乡会。今天活动节目有上海同乡会邀尺队接冰鼓、开心一族舞蹈团、开场舞小品台花轿、现代舞喝酒吧、昆曲名家张耀中老师表演、欢乐夫光舞蹈队、魏丽花散舞与向佳人、戴奇音乐工作室、纽约民歌合唱团、沈奇舞蹈工作室、正阳小提琴工作室。演出节目单：舞蹈花之圆舞曲、二重唱故乡的目光、女生小组唱在水一方、小提琴合奏 D 大调卡农、 You raise me up 舞蹈天边、男生小组唱南屏晚钟、合唱荣花小组唱乡音乡情。黑池舞蹈温正老师带领美国上海同乡会小朋友表演宫廷舞、舞蹈花之圆舞曲。纽约旗袍文化交流协会：蒙古舞天路表演者 Baby Shelly、 青青歌舞团舞蹈名称青青茉莉花、旗袍走秀水墨兰亭、新月古筝、汉服走秀玛丽有只小绵羊加小雨莎莎、佛光山之歌大悲咒、云宫训音、女儿情、大王让我来巡山、大雨站台风、十面埋伏、云水禅心或者半胡沙、盛世国乐、渔舟唱晚、小苹果雪落下的声音、麒麟才艺学校 Tearing Art Center、 合唱大海呀故乡、 K-POP 舞蹈串烧、 Arthur Monster 舞蹈霍元甲、
Hip Hop Hippie Hippie Shake。 佩佩老师，你是我心中的一切。舞蹈 Drama Ball One 我们的大中国。舞蹈 Sugarcoat Kids Hip Hop Jasper Edelweiss。 舞蹈 Don't Know What To Do 爵士舞 Sexy Back 与 Body。 舞蹈 How You Like That Hip Hop 起舞 Sheesh 京剧智斗程秀玲关胜利。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芝华京剧培训中心。剑舞中国功夫房玉林老师京剧名家。少儿京剧卖水选段河南豫剧花木兰。粤剧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快板书表演郭宝志。梨花颂表演 Sophia 翟同宇。池英音乐工作室女生独唱草原夜色美演唱者周周颂。男生独唱故乡的云演唱者李永业女生独唱后会无期演唱者王涵女生二重唱相逢是首歌演唱者李倩慧王涵男生独唱 I will be there 演唱者徐伟杰女生二重唱唱故乡的小路演唱者周周颂孙小雅女生二重唱大鱼大碗宽面演唱者 Julia Kai Melody Chu 伴奏形式现场乐器吉他和小提琴金百合艺术团歌曲乌苏里船歌表演者殷庆华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表演者姚新芳美国河南同乡会魅力无限演出队蒙古舞蹈牧民新歌藏族舞蹈太阳姑娘古典舞家乡的月亮群舞我在春天等你